联系人里只有您的号码。来到这里一个月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现在美发店也回不去了，钱也花完了，我该怎么办？ 其实，我是个穿越者。我是平行时空的另一个江小媛，误打误撞就掉进了这个江小媛的身体里了。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，我可不可连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也跟那帮混混一样啊？没有，怎么会？你有病啊！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好吗？那么关于以前的事呢？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没有。 我知道你对从前的江小媛有愧，你念念不忘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对我好。但是我也跟你说了，我不是那个江小媛，我不知道她从前发生过什么，更不可能代替她向你做出任何回应。我们不是一个人，你能不能明白？ 谢谢啊。哦，不客气。